是我们的传统服装，非常的亮眼，非常的亮丽哦。再次提醒建国科技大学联名纪念酒，请准备。盗用我的人头，然后呢跟里长他们去做相关的连接，约集他们到哪里到哪里，那也有一部分的呢是请他们要去购买什么东西啊，在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，那我的这个相片是被盗用的，所以接到 LINE 请你一定要注意，绝对不会用 LINE 去邀请你去哪里哈。那这个部分请乡亲放心，那这部分我们已经报警在做相关的一个处置，但是记得遇到这样的一个诈骗，你要记得把它封锁住，才不会有后面的讯息去影响到你的一个判断。没误解。那之后里长发现很怪异，就马上通知我们，那我们也在昨天第一时间已经报警了，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诈骗的事情先行防堵起来，所以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邀约的话，你就把它变成你的那个禁止往来户就可以了。联名纪念酒，请准备。